应该就是肉夹馍的烧饼，看起来又酥又脆的，好好吃。这个是22号的烧饼，那个是鹿肉。你俩就这么说啊？就一个饼，剩下的饼做。放点葱，放点，哦，那是青椒。这四份精品啊！哎，可以收一下啊。哎，这回是用换了吗？啊，是啊。啊，就是你要重新叫了。四碗价格大概吧。这多少精品？啊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啊！这是叫啥呀？这个羊肉汤。那羊肉汤中间那个是什么？哪个？就是像面，这是精品啊，面条一样的那个。那是粉条。精品，别单错了吧。精品。哪个是精品？他说四个都是精品，都是。一号。来喝一个。这个不用，这个找位置坐，一会儿上号。来。来了，给我弄点。对，那碗都准备好。这吃的是啥？这叫啥？胡卜。胡卜。胡卜。羊肉胡卜吗？没有看到羊肉啊。羊肉没有羊肉啊。你要是素的，是不是素的？是不是有两种？那个带肉啊啊，二十五了可能带肉啊。好吃吗？里头是饼丝吗？不好吃。这个应该挺好吃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一般般。要说实话吗？一般般。要不然说实话，说吧。一般般，它这个粉丝一下咬不断。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酸酸的感觉的，跟你说的，嗯，你看。
你不是不让我看你因为有人在旁边我会不好意思。嗯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好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一碗被人嫌弃的这个啥被我吃完了。感觉我很能吃的样子。凉粉儿，好，你要不要吃？这是加凉粉啊，跟其他家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他们家炒凉粉的时候会放点醋，还会放个鸡蛋。因为下午要上班，所以我们就把没有吃完的零包小吃给打包回来了。成啊，天哪，居然又吃了一份。你确定你刚才吃过饭了？还是因为这个太好吃了？凉粉就要凉凉的时候吃才更有滋味。